妹妹你好可爱啊！妹妹在笑什么？去排队买票吧。要不要真正的招牌拍一张？好，走。小朋友，你第一次来吗？第二次。第二次啊。我的也是第二次啊。那是我360几座啊。601。你看白鹭鸶。北鹭鸶，全部给全都没有你。叫亚特兰蒂斯，亚特兰蒂斯。你有哪边听过亚特兰蒂斯？那个啊。谁？那个快的。老高，对不对？对。十万城堡，城堡，好，来三。我好想要学哦。好。忘记我，好想今天我们来到了芙蓉的沙滩，海啦，给我看海，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有很多自己做的沙雕，我们先看一看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玩沙。你想要去玩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我们绕一圈了，走了。好。三、二，好，走。可以帮爸爸拍个爽吗？蛤蜊汤里面的沙子哦，小湖这里，等一下走完就可以去玩了。这一只是什么？胖子吗？或者他压着一个人？芙蓉大饭店。哦，芙蓉大饭店了。他应该拍到后面背景的哈。他说可能把之前在用的工具会摆旁边，所以这应该是工具而已。活动猫啊，要不要跟猫咪拍照？它有猫纹。要不要跟猫咪拍照？你可爱，哎，没有拍到吗？好来，可爱，三二有。我不要去跟那个拍，那个好恶心。哪一个？旧草岭隧道。我要跟大城堡拍。好啊，去啊，可以进得去。三二不够广，来三二好。咦，那是什么？他还在玩沙，你看他还没做好啊。过来点。宝贝，还长一点。恐龙鱼啊！以前的那个吃海螺的鱼。对，吃海螺。这鱼是第一名，可能那边比较靠近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